我们基于财建委员会的尊严，基于全体63位议员的质询权，我们提出这样子的谴责，而且请你离开。其实那个吴总经理，你愿意比照其他三大公司，就四大公司都一致到大会来备询吗？你愿意吗？今天来到财建委员会，就是来回答大家的问题。然后在刚刚大家的疑问，如果今天有机会，我也愿意在财建委员会的时候回复大家这样子。就是你不愿意到那个大会去总咨询去备询嘛？好，我了解你意思了。那个请他离席的副议的，请举手，我们才可以成案哈。那请你离开了吧，好不好？我们过半数了。我们基于财建委员会的尊严，基于全体63位议员的质询权，我们提出这样子的谴责，而且请你离开。连柯市长、林局长、你的长官都交代，立法权、行政权都要你这样做，你就不做，我只能遗憾的选择请你离开，如此。小心小心小心